们又分了下集了，又是因为手机的那个主画面键的。那你说，我们等一下全部抽完就会。那个是大家喜欢用，在手机很喜欢。一定要去看上集，一定要去看下集。大家，请你们一定要去看上集或下集，因为我们这次是下集，所以一定要看上集。Please, please。因为我们总是会有错误的，都是这个手机太。那全我们增加了这么厚一叠的贝卡，有90张，里面只有6张是闪的，然后1张 V 卡。今天兔妞最幸运，他抽到了这个。对，还有一张。然后这个巴内特博士就是一盒会敷一张。他还有抽到一张皮卡，然后没有3盒，所以就3个。上集有介绍过那一张 V 卡，对，所以可以去看呢、啊。这么厚一叠，都跟看起来都跟一盒卡一样多了。比一下手手，大约兔妞的小手指这么长，差不多这么长。他的食指的那个这样那么长，对，那么长。就这个厚度，这个厚度，然后都是贝卡。这些是你们的，我们可以来开箱。贝卡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开这个，这个1000多块钱，然后16包，里面有16包这种卡包，超多的，堆成山啦。打开了，哇，这个可是妈妈花5倍券买的。是的。哇，我没开过一次一整盒哎，真的好哇！要开了，把这个立起来好了，先把这个立起来。先把这个立起来，要怎么立起来？你要先把这个人，我们先立一下这个皮卡。要打开第一包了，哇，真的好！直接把它全部都倒出来吧。那我要开第二包喽。啊，超好！正能量，好爽啊！一样的哦，又是 D L 哦，又是皮卡丘，皮卡丘是可爱的皮卡丘哎，古拉多重复，努拉雅的重复，哇，哦，超像，咪超像，哦，超激动的哇，这好容易抽到好卡哦，快点进去开，哦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，等我们全部拆完，我们再一起介绍，因为我们现在有点激动。这些是我们总部拍到的，可是秋雨给，这是25周年。25周年的，然后可是 baby 的秋雨姐带着她的卡片跑走了，所以我们只能拍这几张。我们只能拍部分的，她因为她书还没写完，然后她对，然后说她还偷走了莱西拉姆，对，很奇怪。所以我们所以这里不是所有的卡，她那里有没有拍到的？她那里有没有？快来把全部的。就是、我们把那里的跟这里的全部都混在一起。然后这些都是25周年的。对，想要买的可以先参考看看，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卡片呢？说不定我们还有些没抽。说不定会有大家想要的卡。对。然后我们抽到正马兰特，然后秋雨姐抽到苍响。对。然后他拿走苍响。对。他就不愿意跟大家分享。刚才走一张图，他一定要瞬间变三张，他一定要支持自己的。咪咪也有重复了。然后这张是刚才在抽那些废卡，然后突然抽到的。对。然后还有一张这个也是抽废卡的时候得到的。对。对啊，所以在废卡的时候觉得他们得到这几张很好。然后先把抽费卡得到的放一排，然后还有这两张是基本能量，所以基本能量都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有这些基本能量，先放旁边，然后我们继续把它排好。哦，是我们抽到一张全图的博士的研究，是我抽到的，带我看哦，第四张。我们盖欧卡，它有一些卡片都会有一些是特别亮的，像这个，就是它这一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不一样的光，然后这一张就是没有的。然后比如说这张凤凰，那张凤凰中间这一张也是亮亮的，这张凤凰中间这一张也是亮的，这一张也是亮的，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了。
对，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开到的基本能量，然后这些是我跟姐姐合起来的卡片，然后我们秋姐跑走了，她不知道还有个最大的没有开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垃圾目前，对，然后那些飞卡各位，垃圾满天飞，哈哈，都不谢谢，别人撒的是全部撒的是垃圾。倩倩很欣喜若狂的打开，打开喽，这是家庭组，就是在对战的，对，就是可以对战的，适合新手用。对啊，我们不是新手，但是我们也不是很会玩。这个很帅气，这个感觉就有一个很高级的 feel。哇哇，感觉就是拆什么高级礼盒之类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把这它的封面有皮卡丘跟闪耀王牌，还有班级老师。喂喂哟，下面还有东西。我们先把所有的东西打开之后再一起跟大家介绍吧。它里面有附一些说明书，那我们就先不看了，先省略。因为我们这一支影片主要介绍，我们没有要对打。哇，我们以后可能会对打看看。对，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哦，帮我们点赞，如果有两个赞我们就出对战影片。 OK，然后这些我们就先不拆下来。对，一般的都会附，只是这个量比较多而已，而且还附了一个大手臂。如果你有在玩的话，它会，你有在玩那个宝可梦机台吗？那个高雷的话，可以用这个。这个是资源班级的。这样我们是不是要麻掉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行。然后。好了，没关系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。对，快点哦，快点截图，快截图，截图，截图下来。然后还有这几个，我们赶快打开吧。然后这是卡片的束带，我们等一下也会，你不想让你的卡片乱掉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束起来。我们也等一下也会用哦。对，但是我们这些，皮卡丘，倩倩决定用黄色的。对，皮卡丘用黄色的，你看，但是这些都很棒哎，都有人物哎，哪有，我觉得不错了，好棒棒，这就是把它竖起来的样子，这样乱甩它也不会乱掉哦。这个好像超赞的，他还附了一个对战场。我去搞，就蛮辛苦的。啊，好痛！那我来用好了，倩倩你不要利用，我拍你就。你不要拍我，不要拍到我。啊！不准让我入镜哎。然后，这是一些废卡。你在点很多废卡，我们家已经很多废卡，现在又长了一堆废卡。然后这些就是刚才就是四合一的卡片，都很闪亮。现在我有主机，可是我都不想摆了，我想用的乱七八糟，看起来亮亮的。哼哼哼，垃圾，把这些垃圾也拿过去好了。好好玩哦！现在姐姐已经用很多了，拿一个火箭杖。简介，我觉得这样没有650块的价值哎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就只是大姐值，值不值？值得扣一，不值得扣二。哦，不要乱讲大陆的啦，我们是台湾人。小粉红不要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讲到政治了，希望大家不要听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现在目前还不会用那个，还不会把声音逼掉的技术。不好意思，所以呢，我如果污染到大家的耳朵，很抱歉，都是兔妞在乱讲。啊，sorry 啦。
呆。不要，那种方式害我手好痛。然后周涛里面还附了一张不知道是干嘛的纸，我觉得蛮废的，蛮妙的，这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它就只是一些废纸。好，现在波妞要现场玩一次，要怎么翻给大家看？哇，上面，哇，这个长得很可爱，长这样。收进来，应该收进来，收不进去。什么烂盒子？太小了，而且这还是用纸做的，我还以为它是，我以为它是塑胶盒，结果这张收不进去，收不进去，很烂。我真的觉得这没有必要卖到600多。对啊，卖了那时候想凑650，太贵了，而且这些也是重复一大堆，大家吼。我个人是推荐这个，不能拍到我，就是四合一的这种，因为呢，它里面还你要拍一下那里面有多少卡，里面它里面还附了这张给你，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卡，快点！我觉得这个是最值钱的，所以推荐大家买这一款。姐姐催我来开这个了，好，我不推了，我就推，然后你脚要打那么开啊。然后说它里面有这些卡片，然后一张角二龙，只有两张比较好的，然后后来都是废物了。对，然后班基拉斯后面的卡就是路卡里欧，然后闪焰王牌后面的就是蜂蜜龙。大家如果有看过卡通的话，应该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全部打开了，因为有点麻烦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呢、啊，没了吗？是没了吗？这是我们的垃圾量，最后来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垃圾量。哇哇，堆成山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帮我们按个大订阅。太好了，可以订阅我们，拜拜。有，哎对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面对现实，我们是不是要收了？好，好。